Hello， 大家好，又到谈天说地大运哥关于海外物业的情况。我继续请到 Wendy 老板同你哋继续倾一倾吉隆坡现时物业的情况。如果我哋过嚟睇下楼啦，揾你哋公司，你会点配合我啲朋友啊，我哋嘅客户呢？好轻松嘅去食下嘢，睇下楼啊。但是不是會逼你們去賣的，不是我們會解釋給你做什麼，它價錢會這樣給你了解其周圍的情況，然後你們自己認識值不值得賣啊，明白啊，好不好啊，這個聽說你還可以和你的團隊都很多出色的人才呢，他自己揸車車我們四圍去看樓。是啊是啊是啊，我哋每一個項目都有一個好出色嘅嗰個 agent， 咁樣佢哋會自己去落場介紹俾你識嘅，即係好貼身嘅服務。係啦，係啦。如果我要揾嘢食啊，咩肉骨茶啊、榴蓮貓山王啊，嗰啲冇問題啊。係啦，同埋夠地道啊嘛。係，係啊。咁啊，如果我要揾埋你幫我，有啲如果家庭嘅，我要住 A、B、B。我要住靚嘅酒店，全部都係可以一早安排好曬。可以安排。如果我揾啱咗樓，咁我最後都係要俾錢啦，當然買樓。服務上售後嘅服務，你跟唔跟到 ？OK， 你買咗，你嘅責任咧就完成噶啦。係，我責任開始噶啦。So， 第一日你交咗俾我，我哋就幫你揾出租。如果是未裝修的，我們就幫你裝，找裝修師傅，裝修完出租，找租客，找人收租，收租給了那些管理費啊、地費啊、門牌費啊，然後接下來的錢就交給你了。 OK， so basically 你是坐在那裡收租的，等到有一天你覺得哇，現在起價起夠高了，我想賣，我就幫你出税賣咗去，領個錢入翻你嘅户口。仲有一樣嘢係好方便嘅，係而你嘅 S&P 係你嘅名，你嘅户口喺英國又得，喺美國又得，喺邊一個國家都係，你同樣嘅名，我哋都可以將賣咗嗰個錢入去嗰個銀行你要去嘅，一定要翻嚟香港。得。明白，實際就是你哋簡單講就是一條龍的服務，而且一間歷史悠久的公司啦。咁因為我自己做呢個事務律師咧，坦白講句，每個國家的法例會有啲唔同，冇可能話我將香港嗰套就咁搬入去嘅。不過喺我所謂審視嘅過程啦，咁我會認識阿 Wendy 老闆同埋佢公司嘅底韻啦。佢旗下團隊嘅精英咧，所以對於我嚟講咧，揾一啲相熟嘅 agent， 再揾一啲啱你嘅房，再無論你係投資或者退休移民，或者只係買俾個小朋友讀書，你去探下佢自己用，咁都可以用到咧。Randy 老闆佢呢間地產代理公司，咁佢嘅公司嘅資料咧，我哋會喺個屏幕度顯示 ，OK。咁啊，將來如果你有需要嘅，我哋喺條片下面咧，我公司嘅電話啦、WhatsApp 啦、電郵啦，大家都可以聯絡我。同埋你留意一下我哋公司網站 elehk.com， 可以睇清楚你需要嘅資料，再同我哋聯絡。咁啊，去到馬來西亞咧，阿 Wendy 老闆同佢嘅團隊咧，亦都可以招呼你哋。原來佢話唔使好多人噶。就算你四個朋友過去都得㗎，就得，就唔使話次次都要揾十幾二十人拖男帶女咁。唔使，有機會再同阿 Randy 再你傾個偈。Thank you，Thank you， 唔該曬你。拜拜。好開心 ，Randy 老闆同我哋分享咗咁多關於吉隆坡現時樓宇買賣嘅情況。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話，請你聯絡爾雅置業香港有限公司。另外，我亦都好多謝我嘅贊助商 YC 補貼。不如聽下今期大運嫂有乜嘢好介紹俾你？呢個色叫咩色咧 ？Fresh beige，fresh 即係胭脂個胭脂色，胭脂米紅色。
哇！即係複雜，即係橙粉紅咁。即係查胭脂有冇搽咯？我哋查咗胭脂呢一兩呢兩個波波，係啦，兩個波波位嗰個顏色啦。係得嗱，你睇下呢個係中 size 上薄嘅，上薄有就冇得斜咩，冇長帶嘅，因為佢係上薄款。通常我哋女人中意咁樣，好大㗎、那個內窿，大家望下。有蟹有蟹，我仲要個蟹喺度，係嘛？睇到啊？係啊，個蟹可以擺好多嘢嘛，劈實佢。嗱，小朋友識咁細。細 small medium medium 係咯 medium 都好大喎、啊。呢、這個色好靚，呢個色靚係嘛？呢個色靚，呢、這個色靚啊！好原價10,400，今日大運數價 K 入呢度嘅7,880，7,880啊？7,880。得啫，嗰、那個底，因為佢有兩條，最主要有兩條皮掹住咗個底。原來皮帶係將你支持咗個底啊！跟住仲有呢條咧。變咗係嘛？咁咧再掹咗一陣，咁你變咗唔會下下即變咗個三角形度，剔入條領度，自己落單啦。哥，大家望下，其實同頭先嗰幾個冇分別嘅。但係要大大隻字。冇錯，啲字特字嚟嘅，特字嚟嘅。好似膠咁嘅。係啊，好似膠嘅，摸咗落去啊，有質感嘅，萬人摸字，刮到手嘅。係啊，咁呢個係防水料嘅。都是防水料，防水很重要的、啊、真的現在全部出這些料比較多、啊、反而皮料呢又重皮料又重又貴一樣前面一格中間又是一格一格還有一個大的 pocket 這裡是一個大 pocket 來的咁後面一個磁石又是8,300、嗯、下面一條 link 的大家有click 進去買